的日子越来越好了，选好开镰的日子了吗？爹，您来定吧。好，这日子得选好，还不能耽误了收成。 折腾去了，香香。弟弟娘叫你呢。不管他，我去叫娘进来。不用，我就想跟你多待会儿。我还有事情要做，你出去吧。没事儿，我不吱声，你干你的。娘。 你来干嘛？哼，娘，您进屋坐。我不坐。哼，娘，您慢点儿。哼，你等等我。我骑马出去溜一圈，你要去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骑马？又怎么了？ 你过来，什么事儿？你快说。这样行吗？哼，怎么不行？你忘了上次你醉成什么样了？谁说我没能耐？当心摔着。你拉着我干什么？这个倒霉孩子，你。 我怎么了？你在瞎胡闹什么？赶紧把他弄回去！我这不正劝吗？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再闹下去，我打断你的腿！你敢？你也歇会儿。我现在要骑马去了。哎呦，你看他有没有摔着？ 睡着了。哦，你是想先把顺灌醉，然后？上次是他命大，这一次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嗯，好主意。顺啊。 选好开镰的日子了吗？娘，日子定在后天。好，这一年来你也辛苦了。开镰之前，咱们家里摆上一桌好菜，也犒劳犒劳你。娘，不必了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顺，你娘提的建议好，这一年到头你也够累的，到了丰收的日子也该放松一下。好，我听爹娘的。到时候我要好好敬你几杯，顺。 你呀，就知道吃跟喝。哎呀，可真沉呐！弟弟，我来帮你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一点都不累。 这里面装的什么呀？酒啊，我从地窖里搬出几坛来，跟顺好好喝喝。酒喝多了伤身体。没事，你放心吧。哦，都是我搬来的。那你慢点儿。哎呦，哎。
怎么还没回来？差不多这个时辰应该回来了。他不会不来了吧？你们都进来坐着等吧。娘，你们先进屋坐着吧，我在这儿等他。都等着我呢。这是什么？听我的，赶紧吞下去。顺，快进屋吃饭了。就把柴火放那儿吧，先吃饭。进屋吧。爹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好好，咱们开席吧。来来来，喝酒。这么多，哪能喝得下呀？喝吧，没事。喝吧，好容易一年有个好收成，你的功劳最大，今天就开怀畅饮吧。来，娘敬你一杯。娘。娘都喝了，你还不喝？愣着干什么呢？是不是你对为娘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啊？没有没有。喝不了就不要喝了，有什么满不满？顺，你就喝吧，没事的，这酒不醉人。这就对了，来来来，再来一碗。弟弟，可以了。你还没和爹喝呢，怎么跟娘喝了不跟爹喝呢？没事的。快，敬爹一杯。爹，还是敬您一杯。好好好，儿子，这个家由你来打理，我放心呐。来，我应该敬你才是。爹，您喝慢点。爹都喝了，你快喝吧。好好好，再来一碗。弟弟，我不能再喝了。你还没跟我喝呢。跟弟弟喝吧。就是，还是嫂子比较明事理。你不晕吗？我没事。还没醉啊？来，再接着喝。我不能再喝了。喝喝喝，没事，一年就这一次，今天放开了喝。想灌醉我，先送他们进屋吧。娘，娘，顺醉了吗？咱们，娘有点晕，这天怎么在转呢？这地怎么也在摇啊？就是啊，要么咱们改天再把顺给活埋了吧？啊，昨天我也晕了。不行不行，你去拿锄头，我去吧。快把娘扶起来。我来吧，你回屋歇一会儿。想啊。娘，我已经把弟弟送回屋睡了。把顺给埋了吗？娘。把他除了，除了他，咱们母子才有好日子。
我来吧。老天爷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竟然让母亲和弟弟这样恨我，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呀。还没睡呢。我等你呢。爹和娘都还好吗？都睡了。好。咱们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开联，事情还多着呢。爹，开联吧。感谢上苍，这一年风调雨顺，感谢后土赐给我们粮食。谁让你昨天喝那么多的？还好意思说我，你呢？哼，让他给躲过去了。娘，你说顺知道我们想除掉他吗？应该不知道吧。为什么？昨天喝醉了，你知道我们都说些什么了吗？哼，他肯定不知道。你想想啊，如果他知道了，还能像现在这样跟没事人似的吗？嗯，对呀。哎呀，等着吧，我们再找机会吧。爹娘，你们早点休息吧。你也休息一下吧。对了，荒地烧了吗？哦，没呢，这几天赶着存粮，明天就去烧荒。好好好，注意安全。爹，您放心吧。嗯。希望明年有个好收成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怎么这么笨呢？大清早的不让我睡觉，跑到这里看什么看？你呀，就是一个死脑筋。来，我告诉你啊。娘，你可真狠。这一次他就算插翅也难逃了。再加把劲儿啊你。别催我，要么你来。你快点儿，待会儿让人发现了。嘴都是。嗯，不错不错，弄得不错。咱们可说好了，等顺不在了，田地房子归你，嫂嫂还有那些牛马全都归我。傻孩子，这些还不全都是你的？快点儿，我这就去叫顺过来。嗯。
娥皇啊，顺呐。打水去了，娘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仓房坏了，我想让他去修补。好，等他一回来，我就让他去，好吗？好，你记着这事儿啊。嗯。哎，顺，你回来的正好。娘。啊，你可回来了。仓房又坏了，你赶紧去修补修补，要不然起风下雪，粮食就糟蹋了。娘，我把水灌了就去。顺，你上房修补，换身衣服吧。好的，娥皇。来。嗯。这是什么衣服？你穿着它，如果有什么危险，就拉着斗篷的两边脚，然后从仓房跳下来，不会有事的。我跳仓房做什么？我知道你很善良，我们也不愿意把娘往坏处想。这接二连三的事情让我担心你呀，万一你有个什么闪失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就当是为了我穿上吧。娘，我看见了，看起来不像是被风刮的。哦，那你也把它修补好了，要不然雪天一到就麻烦了。好，您放心吧。快点儿。嗯，你去那边。怎么还不着啊？会不会是熄灭了？别出声。啊！哎，着了，着了，着了！娘，弟弟，娘。你说这把火会不会把咱们的粮食都烧光了呀？不会的，顶多把上面的粮食烤焦了。完了！你不是跟我说没事的吗？我那是瞎猜的。你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走。上哪儿去啊？我家笨呢，告诉你爹去。啊？在你爹面前要装得像那么回事。他又看不见。我告诉你，不能说漏嘴，说错了话麻烦可就大了。知道了。